我是公关列车长的班零九零。7月20号瑞芳红桥路，9:11，上八站是有列车通过。4825次，经由山高线向八斗子的柴油客车准备通过。三节原柴油客车，也感谢各位支持。如果下面个八站能多给我们拿几块。南站老八百4825次，经由深澳香港八斗子3节原柴油客车，在瑞芳红桥通过。各位支持，就这样，再见。